天线线圈通过 LF 通信进行的位置检测演示。准备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村田接收天线，以及安装在三脚架上的村田发射天线。使用所示的系统配置来进行通过 LF 通信进行的位置检测演示。XY 平面位置定位演示。在检测区域内的 XY 平面上移动接收天线。可以看到，可以准确地测量 XY 平面上的位置。Z 轴方向高度位置定位演示。在检测区域内沿 Z 轴方向高度移动接收天线。可以看到，能够准确地测量 Z 轴方向高度的位置。通过 LF 通信进行的位置检测演示到此结束。关于产品的咨询及详情，可在任意时间与本公司联系。